的时候，我都刚好不会讲话。刚聊天室还帮你取一个名字叫靖南哦，靖南，靖南这种，一圈太无聊，我们来带带 G 超的 mic check。好哦，大家好，来让我们进 A 的 mic check。对，我是肥嘟嘟左右门诶、欸，肥嘟嘟左右门，小林，啊、现在。1600个人都知道你是肥嘟嘟主位门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讲你是肥嘟嘟主位门的时候，刚好麦趣哥是开的，有开啊。哦 ，GX 应该是有感受到这个圈型，他们应该有想要早一点进圈哦。他们是直接正面的螃蟹地面上跳下来拿车，先听一下他们的麦趣哥，来听一下他们的决策。哎、欸，他们肯定觉得我很烦，我直接跳他们车的中间，把他们车干走。他应该觉得你这个人在冲。昨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去敢抢他们车，你在中间去抢他们车。这局差在干嘛？我昨天不是当邻居、啊？你好狂哦！嗯，看起来其实，在决策上面来讲，没有做太多的铺陈，反倒是 Lux 因为偷了别人的车而沾沾自喜哦。你等下看能从三号那边来接我。有啊，我要学 Savvy 自己去找车。有病吧？啊？等一下打完就安静，就闭嘴，这样很难看，这样难看的。不要负面，对对对，就赛后再来讲就好了。当下不开心就归不开心，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问题。等一下直接开吗？好的，等一下直接说对面的车。好，这可以。哈哈哈哈哈。那我们这边进站。当时我就说，哎，被拉。被又啥？谁把我5-6拖走啊？那个败类啊！我，哎，你要是可以。我加油，加个油环，5-6全部没了。你们说都有人在偷我子弹啊？手偷你子弹什么、啊？我拉不到，我没车。他有拉固刷是不是？他不止固刷，他连我那台都拉了。为什么听起来好可怜哦？反正我们有什么圈打什么圈。那有你可以打吗？不然打进啊！我一人给你们打一下。一下怎么够？哎、欸，我一下好像就够了。你一下我可能就送医院的。一下怎么够？大家聊完需要高潮。六回来打了，然后等一下直接紧十六下课。哎、欸，等一下说熟悉的 G 加队队位 ，G X is the play， 干你整个队，干你整个队 ，G X 干你整个队。如果不交过路费，就干你整个队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是打一天还是两天啊？八位 NC 要不要打完？今天进了就要再打，今天进的话，明后天就要打、哦。明天要打？你今天没进的话，就是下礼拜的事。那好像也……你先不要约打牌好吗？星期一、星期二再说。哎、欸，来我这，请来我这，兄弟们，请速度，输啦，速度来一个，输啦，输你，赶紧过来啊！